对女神的林湘有着甜美的外形以及超火辣身材，收获无数粉丝追随。近日林湘的海外行程满档，在缺席桃园球场活动一个月后，日前惊喜现身与粉丝们互动交流。前职业棒球星方昌勇看见林湘脸色有点疲惫，称自己有个方式能让她快速调整好状态，没想到下一秒方昌勇直接近距离壁咚她。林湘当下被对方的举动吓得站都站不稳，只能蹲在角落。等她回过神后则傻眼强调自己精神超好，随后直亏方昌勇这样很没礼貌。不料方昌勇又再一次突袭，吓得林湘赶紧用手挡着胸，表示自己已经彻底清醒，直言自己是一个男女授受很亲的人。随后方昌勇也在社群平台发文向老婆道歉请罪，逗趣的发言笑翻众人。you